分享愿意，咱人两人的方式，咱人来了解这个，来了解这华语欢迎论啊，这是一个讲座会方式啊，所以叫聚会啊。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中国人的心啊，咱人从伊甲骨文啊、甲骨文内面啊来清除咱两人的心欲。OK， 我记得一阵啊，有听对我的分享啊。咱讲到一个天的字了，无天的字啊，天的甲骨文来安怎讲？咱原来咱古早的人，有过去人啊，是拜天的啊。到底这汉朝一人叫做郑玄呢？伊来讲，上帝者天是以百里名，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神无二人主。意思讲呢，上帝有一个，这神是上帝，伊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天。参这世界上无二人主是一个尔，就是这个是这神。这款的写法的讲法，不是我发明出来的，乃是历史内面啊，上加有名的这，我唔知你捌听过啦，郑玄呐、冯友兰呐、吴康啊，这个了，无把诸无神论的这个作家写出来，这是基督徒的偏见来。到今日到伊中国、香港、台湾，真济的学问的人证明讲，咱中国古早用的天、上帝甲地，拢是来描述一个真正全。无上的创造主，这是为伊个真神上帝。圣经，阮真正知道，阮用着天来代表上帝。今日咱要来看神这个字 ，OK？ 那比如讲，你记住咧，浪子回头，啊你飞雷囝离开了伊老爸，然后也嫁过算个了以后，伊就去嫁路，就去渡浪渡了一只渡的物件。有阵时我咧讲过。啊！你说我要当冤，甲拄病来刀食咧，拄食物件。我要对退外，对退外，外老伯。可能我老伯会接受我，我无陪做伊囝了，我做伊规世人做伊阿婶，做伊仆人，拢了紧。头一句，伊拄着天，拄着伊老伯，伊讲啥？我得罪了天，得罪了老伯。天，天天唔讲了。是一个人拜神，今日咱要来看神这个字啊。个，到底中国古早的观念啊，无你话一个宝，你看你会明白。我下中午会较好，是啊，是不关系。OK， 我得拖出来，我搞拖在，因为我故意输。我没有错在先，开头我。Thank you。OK， 我画只图来看，这代表耶稣基督。OK， 这是公元康尼耶稣出世的时候，咱来到今日，这是时空。一几年，有，嘿，咱讲中国历史有4500年中国的历史，几多话题啊？到现在为止，是公元5000，是啊，五千年，都加起5000年啦，4500年的中国历史。OK。咱讲中国第一早有历史，有写了有一个人叫做黄帝 ，OK， 黄帝，这黄帝 ，Emperor，Yellow Emperor， 先跟啊，这历史写了讲，这黄帝坐伫泰山的位，做了一个祭坛来拜。上帝，我正起到我这边呢，阿达有1656年，这边是咩？这边我葡萄牙阿公亚当加西亚的年代，
看。还是啊，字无写真啊水啊，就阿家家明白好啦。但阿公甲写我离开5500年，去啊唔得去，阿个1656年是阿公甲写我的时阵，佛教是公元前5世纪，5BC 啊，公元前佛教传入来中国的。佛教不是咱中国人本身有诶，是印度传入来的。诶，啊个6世纪诶，点啥呢？我们呢有道教、道教、甲儒家思想。安尼看你有明白了？咱人讲，咱人诶祖公，咱人诶祖先是拜独一诶上帝，所以啊，执着咯。即咱的头一个祖公祖先叫做皇帝、皇帝是拜独一的上帝。佛教是500年之前，耶稣未来之前，伊传入来。即道教是6世纪，公元600年前，传道教甲儒家思想中国慢慢个发生独立的地。咱讲的比这个还早呢。5500年前呢，就是咱人嘅祖公叫做皇帝，嗰啲所在，所以唔是来这边。就是人讲，哎呀，你当初去食红教，你不好咯，拜啦，咱嘅祖公是拜佛嘅，咱祖公是道教嘅，咱嘅祖公是儒家思想嘅，但是你找到对只经，是5500年前，啊，所以唔是我老人讲嘅，这是历史。这是 record 的，咱人的祖公头的祖公皇帝有 check 有 record， 写来皇帝是去了这泰山的所在，就是今日中国的东北部的所在，叫做泰山的位来敬拜上帝。他咧保留和平比较宽啊，所以咱今日讲的是古早，是100年前的古早，600年前古早，300年前古早。咱讲是几万千年前的古早，咱的古早的人是拜一个上独一的上帝，这上帝叫天 ，OK？ 今日要讲神的地方。所以咱的中国人的观念，古早人的思想啊，天地创造啊，伊有拢是有对了。一步来创造的，咱不是老狗变出来的，其实话讲老狗变出来，你好死啊！你怎伊无定间恁拄个老狗，你讲阿爸、阿哥过来娶啦。当然，咱不是老狗变出来，咱是拢是上帝创造的，创造咧有地了，一步行的。就像个易经来面圣经，啊，这易经啊，中国的册，易经其实讲是中国人的圣经啊，啊，伊来面写咧，阮讲啊。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天地了，有万物。有万物了，有大波，有杂波。有杂波，杂波了，有暗波。有暗波了，有白囝，白老白个囝。这是《易经》内面，《易经》内面《岁卦传》内面有讲了。所以你看到啊，《易经》所讲的创造的伊个时分啊，就是伊个摆落来个，是甲咱《圣经》讲的拢是相关的。只不过圣经写嗰个详细，内容嗰个详细，咱个看落去。所以大明会典啊，内面讲到中国的古早的皇帝拜天的祭文，内面有人讲，系讲嘢。OK， 这是文言文嚟啊。你讲嘢，于西洪荒之初兮。啊，混蒙五行未运兮，两月未明，其中挺立兮，有无容身？神王出狱兮，死叹竹青，立天地一人兮，群物生生。这东西《大明会典》第几八十几页？第八十几啊？比较二篇啊，咱讲啊，比较二篇就会安尼写。
所以讲，哎，牧师啊，讲呢，我有面对，因在讲个物件哦，人读伊白文啊，人会安怎讲啊？白文讲呐，古早初创作的点声，四周围拢是较有空，无混沌的，无五形的运作，阮无日头月亮会出现，宇宙大于其中，悄然无声。神往上帝出灵，佮搬出黑暗甲光明，创造了天地人，和万物生生不息不休。所以我看到，即个伊讲的形容，咱看圣经安怎讲啊？咱个对在第五章啊，看圣经讲咩？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讲咧款，讲咩？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黑无空混沌的，颜面我是了讲啊，伊是颜面黑暗。上帝的圣灵运行落去水面上，上帝国爱有光有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各种黑暗分开了。上帝称光叫做早时，称暗叫做明时，有暗暝，有早起，即是头一天。上帝按照家己的形象做人，按照伊的形象做大波，做查某。哎，因为你看到都吃惊，咱的圣经啊，甲古早咱中国的古册留落来写的是相款的，无走错的。啊，这是真正字，唔是真下乱都好。都好，想的唔厉害，咱就外看啊。咱头先咱来看，咱讲神，一切讲到神的物件咧，咱的等人的字是都写到这个字，神的边啊，咱无记咧，这个叫神了，对啊。他咧有看到这个叫做神的边，咱来看。这是啊，启示的是什么意思？启示的是先给大家个意思叫做明了，了是显示啊，显示宣布电视的意思。这个像啊圣经所讲的一款，那是神无宣定将家己显明出来，这世界上无一个人会捌会怎样去清除这个神，无人会明的神，了解伊就捌伊。这思想，中国人的思想的启示也是咱圣经讲的启示相关的。那是上帝无显家己出来给人看到，无人会捌伊。如果我今日用家己解，用家己想，要想袂出神的。咱当然是啥物？咱当然想，我要找做一个神，是恶的神，要做起出来哦。啊，我要做一个神，一刀下手人诶啊！啊，人拜两位土海有海灵王啊，咱这个阿弥，我们咱想出来，这是咱想出来。啊，你圣经讲讲的这神呢？按照咱中国人的思想，是一个启示来开始，那是上帝无启示 revelation。Reviewing， 很明伊家己，很细伊家己。如果我今日无在了发表出来，录音上帝是甲咱圣经所讲的相反，咱个角度来看，咱讲伊甲古文来面啊，啊，我是安尼写的。古早一开始，神每一道样下个字，都读，哎呦，反正无读哩。哈流啊！我想上帝出现咧。你有一张好啊，先无音啦。嘿，我用这声。每一道都去古啊，这象形文字啊，这甲骨文啊，甲骨文啊，每一道讲到上帝一段的字。然后那时，个人我的写个是挪窝那些字，啊，无个是安尼款，这个代表神了。对其他所有方面条，你所能讲任何有挪歪代表唔定，诶，一寡落来代表是，那我甲佮本人讲啊，十，上古早人啊，一话十步啊，
十十是的写法，不是按原文像写的十，古早写法十呢，原理是按呢画出来的。了，所以呢，起始是唔定的，唔定的，是有它的地原理的、地水的，还是一个，当伊唔定落来，伊来到这世间上呢，是世间现世的人。心完美无欠缺，是圣洁无罪，这是一百八的特质啊！一百八的这起来过来，咱个接来看。同时呢，这唔顶来不是一个，是三个。看，你看啊，咱中国人祖先的地位啊，唔顶来。是几里？七里、两里、三里，哈利路亚！拍手掌声好不？代表呢？代表是咱的天父是圣父、圣子、圣灵，正奇妙的古早人对中国对神的敬拜，你先来看呢。哎，听说卖真是我乱编出来的，不是我十八亿吗？哎，我唔知，我唔知，无达到标的，这是伢咱中国人写的字落来，这个代表是伢。咱都来接来看啊。OK， 先是挪瓜，有甲骨文的是挪瓜，一瓜是挂落来，代表开始的意思。那这开始啊，到底啊，中国的字典《康熙字典》的名称是啊，是神是也。哎，这题目题啊，唔知名字啊，名字啊，古文。是神之切，意思是说，任何的启示，这个你要讲到神的必然，拢是上帝代志，神是也。了，古文的事咧是，拢是甲神有关系了，神之切是甲神有关系了的，明白啊？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中国的康熙之前讲的，咱个讲来看，中国人。古早，为咱的祖公，就是真正是甲用对上帝来敬拜、献祭。了，伊是甲起一个坛来敬拜上帝。咱看到影，古早到底唔顶甲个下底，拢是来信奉上帝、敬畏上帝、尊重上帝的旨意。这甲咱圣经所讲的每一个古早的人相反。咱来看一段，到底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挪亚为亚花做了一个船，也达行千机的禽兽面啊生，来肥鸟献乎上帝，来到这段，你念笑我啦，用了文工嘛，最关键 ，OK。第十创世二十二章第七十年讲，阿伯兰大刀为伊献献的笑话，起了一个段，阿门。即创世二十五廿八章廿五十讲讲，以撒大刀起了一个段，求告耶和华的名。创世二十五章第十二讲的，上帝对雅各讲，这大刀起一个段给上帝。即个咱同人成个起段，献祭和上帝相关的 concept 嚟，相关的概念嚟，系咪？咱个接落去看，咱过来看这神的字，哇，神的字，神的字，到底甲古文呢？有边哪里写法？我写个七点啊，无人无所在，无所在，有天咯。这个动作啊，这后边像四地啊，嗬，我全部都过地啊，过地个线啊过多啦，加上埋啲摸一，未点等，啲像四地啊，又见啦，啊 ，OK， 你看，你看，一个线嘅字啊，有四种嘅写法，甲骨文有三种嘅写法，一个是，一个头种就一个，第二种就一个，第三种就一个。第四种是经文嚟 ，OK， 神是真系出面嘅，咁啱啱解释咗，所谓启示，拢是代表神嘅喎。
代表这一段，你看这新的字上，那是这一段那飞格格，也唔顶下底，唔惊下底，唔顶烧。这一段那新的手，加落去一句，一个人的身躯底，就变了新一个字啊！来，我话你听到明白啊？新出现了 ，OK。那我讲呢，作为古早的古早的人写这甲骨文加文言文呢，手五脏，人的手样的怪，这个人的手，上帝手样怪的款呢。如果讲基督跟基督基督个仔啊，家己搞有人这人的手啊，神的手样分呢，人的手跟神的手无相，你看，这是。上帝创造一个人，安怎做呢？伊用手来做，头一字，所以无话跟做什么咧？你咪是上帝手兼兼廿米。Hello， 意思说上帝都知道吗？上帝来了，做一个人，伊安怎做呢？伊用手来做，一个人用手来做。咱来看了片啊，看了片都明白讲明片啊，讲实话一讲，这是代表神，代表上帝的手，也代表一个人，我跟这神的字啊，讲过实话一讲。中文的甲希伯来文对神的看法是相反的，人是由上帝手创造出来，圣经讲咪。要花上帝用荷卡的塔的咪，不是塔摩啦，是阿哩叫咪，是阿汤汤麦哥，麦哥啊，是阿样样潮啊，是用荷卡的火来做人，用灰搬到去到伊的叶咪，皮康的位，我讲假如啊，伊就是有搬的无人了命做阿公。即是我问讲的，你看了，咱中国的神的字是上帝的手创造了，是土的。你讲无影啊，木修，那是咱人是用土做，我潜水未鸟。啊，东北红路啊，北都是沙，沙粒沙粒，讲你乜嘢？都讲讲咧无逻辑啊，无啱啊。但你都知啊，无。那是都讲嘅名作 Doctor。我的身躯顶甲了的物件，甲裤脚上的，是爸爸身上。意思是讲，裤脚外面矿物质，外面 mineral， 你身躯顶无欠一个。你老你唔，你身躯有铁哦，有 iron 哦，有铁哦，有裤脚有铁哦，有。哎，安怎有铁？我问到我身躯嘛生生，喏，其实是有诶，但是都唔知㖏。那这是假讲的呀，无关联这个呀。咱人有人爱食肉、食牛肉，然后讲食出食肉，哇，食肉真爽，肉愈食愈济，愈个酸性，你身躯个怎啊硬生生？按照你身躯有按这个acidity 酸性个物件，就是个你身躯开始生生，你要食肉过了济。所以说，人是不食菜。用食材心清啊，食材个好啊，健康嘅长寿啊，长生不老啊。平时又讲长生不老嘅高手嘛，啊，今日唔系讲长生不老高手。OK， 所以看到乜嘢咧？看到咱中国人对神嘅看法是甲圣经讲嘅神啊是相关嘅，啊，唔是阿哩魔神嘅神，是一个上帝用手做嘅神，那个就系。像中国人的气候的开始，中国人是不是来的？咱问伊个，咱两人先做来的，咱来看。上帝当初做只大波名字，灯，我未使用霍金摩塔，霍金摩塔就移开伊意思啦，名字灯，又个另外只名叫做安灯，咪是叫阿光。也以前有顶的一个棍子骨，这查某名做我，写我啦，个名做女娲。那边度我甲你讲了，我边甲你讲关注，咱中国人以阿哩盘古加女娲，
盘古什么？盘古造天，对不？读历史啊，女娲造人，对不？我唔知你阿妈福建话咪讲啊，盘古是人嘅名，未使用福建话，福建话离开嘅意思啦。盘古，我讲啊，盘古啥物啊？拍老歌啊！盘古嘅是盘古做天，然后这查某有一查某叫做女娲，伊做人，吓咱来看，后日感觉真古名。安顿，安顿独一是阿拉伯人叫做阿丹 ，OK， 印度人传叫做阿兰，是中国开荒一个所在叫做以次勒叶，也就是以都是以色列碑文呐、啊，碑叶这些哪个这些都是以次勒叶碑文里面一下里面这人这达波安顿就是阿丹。称之盘古，意思就是始祖啊！伊讲这安顿这人呢，名叫阿丹，名叫盘古啊。盘古伊意思就是做工的意思，开始意思。现今因为这个文化来翻译叫做 Adam， 法文叫做 Eden， 中文翻译叫做阿当。伊本来的原因叫做 Adam， 我甲我国之间的个是叫安顿，那不然就过来解释了。这蒙牌，这蒙牌是安怎来？到去唐朝时阵，人这犹太人啊已经入中国了。入到中国时阵呢，因为了个皇帝阿斗阿当时的唐朝皇帝个何一个帝。讲起开封嚟，可以一个地，可以多大病多。犹太人罗定呢，就开始了一个教，叫做以斯勒叶教。以斯勒叶都对应来讲 Israel， 以斯勒叶 Israel， 以色列人。就是讲起唐朝嗰边，唐朝嘅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中国了。咁大嘅所在，咁写嘅碑文，你纪念人所讲，纪念人写讲阿丹。就是犹太人讲的阿丹，就是中国人讲的盘古，意思就是做工、做生的意思，翻译出来叫做安顿。哦，好了，好了，我无乱讲啊，啊，这是历史哎，还佫怎么一看？女娲，阿拉伯人叫做夏娃，以色列人。称伊叫做女娲，伊讲阿胡罗汉啊，这背文就叫阿胡罗汉，就是阿布拉罕。好了，这背文啊，伊刚刚讲的阿胡罗汉就是阿布拉罕，是伊的子孙。女娲现今英文翻译叫做伊，法文叫做伊娃，中文叫做夏娃。夏是提不提提不来文，原来应叫做夏娃。那个看，那这个是女娲咯，在中国的所在，样起的起一个，安怎讲一个像，一个肖像给伊，是一个查甫身 ，OK？ 然后你所谓查甫身，上半身是查甫身，下半身是左外身，咱解释下面是左外身啊，啊，老少意思的，咱再过来看，到底。希伯来，希伯来文本里面安顿是土个人意思，女娲是生命个查某意思，一样，大部分查某们是由上帝一手造化的，是全人的祖先来，是中国古早古册的记载里面，王帝是少典的后代，少典是安顿个女娲的后代。安顿跟女娲是上帝创造的，能够怎么看？所以，真欢喜的，这安顿就是，这中国人讲的安顿呢，就是 Adam， 咱圣经所讲的阿丹，女娲呢就是圣经所讲的夏娃，少典，懂吗？少典阿摩就讲安顿哈 ，Sam， 叫 Sam。是不是咱同人讲的神主，就是摩亚的大囝神 ？Hello， 真出名啊！都见几多几多仔讲，
原来咱当人啊，甲圣经所讲的甲了历史是拄拄好活活的，咱去上来看。所以，咱去看一个啊，这是上帝手，去代表一个人，了是做一个大波的人，了加到伊这身子啊，因为是一个神样的身子嘛，对。这身子是代表上帝甲伊讲话，上帝加到伊，上帝甲伊做安怎做人，安怎来管理全地，安怎做来看啊？上帝按了家己的形象。做人乃按了伊的形象做大波做杂波，上帝个书学学人个对人讲：爱生要种植，偏满地面来管理这国家，不得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甲地上每一项的叮当的波的物件。听讲，咱个再来看。圣经讲，上帝命令安顿，就是 Adam 来管理地上的万物，佮予野野乐物来做杂些女娃。对这个情形咧，中国人有知影，但是无明白这意思。咱话就讲啊，你看，那是正中间无本意的意，正明我讲明了了。咱人。每一个人有排骨对不？啊，排骨啊，肋骨啊，这嘛叫肋骨。那是真奇怪啊！你咪讲肋，大包几层的肋骨？几层？三十六层。大包几层？三十七层哦，你做嘢仔，你读得嘞？我讲讲过嘛。冇啦。是啊，你都讲讲过啊，安尼是别人同你讲嘞，冇听我讲。真奇怪，安怎查某有37支，打波36支，即暗暗圣经所说，哎呀，这是神话来了，冇可能上帝就是无端端地滚出来，唔啱不对，医学未，即医学未解释，查某有37支的肋骨，打波有36支，安怎查某解释？因为查某可以1支是打波而已。OK， 哈、啊，如果上天表面，这是医学来，啊，这是医学来，我无乱讲，你听你读得吼，打过几支，37支，就是安尼啦。OK， 这款解释的医学来。OK， 咱个讲到对哪里，哪里告诉嘛？先中国人不讲过，我看到天啊，到底。屈原啊，你再讲十八层啊，我当值字啊，当值时阵，我当值时阵咧，即屈原把写安尼我哋话，伊讲正立为帝，蜀道上之，女娲有体，孰自降之？啊，我甲你讲福建话，反正你都会，别讲唔了。咱来看，即下都会写出来，我们讲的这是都会词啊，楚辞天问篇里讲的。是讲咩？伊白文讲咩？是安人安排安顿伊统领的世界大地，等于大地啊，地啊，就是这地球嘛，对不啦？女娲的神骨是安怎做出来？圣经讲讲得清楚啊！圣经讲咩？所以圣经讲咩？咱们能讲咩？上帝创造了人，上帝甲人讲，要俾伊管理这地层、空中的鸟、海底的鱼，管理这万物噶了。有无？咱们能看经文，意思是讲啊，是上帝安排安顿伊控制大地，这查某女娲的身躯是安怎做出来？伊唔知。这屈原唔知发生啲事啊，无事我解讲嚟听，要明白啊。之后为咗即啱啱做系安顿嚟啲统领即个万物大地，其实女娲嘅神骨是安怎做出来？可以，都读历史都厉害啲之外，原来啊，咱中国人古早
的人的思想对神是咱圣经所讲的一一模一样，是相相同款的。咱搁再来看，到底我到底如何找女娲的人？女娲的意思什么？女拼音叫女娲，女娲人的身躯，啊不，所以人的头，蛇的身躯。起初用泥土啊，即用个用土来做人，创造人人人社会，并且建立了婚姻的制度。祖先的道安顿个女娲是家己的祖宗，养生了少年，少年生了炎帝，炎帝个王帝啦，并将家的天地变过人世乾坤，拢归予人神的。阿弥陀，女娲是人头蛇身，是阿妈来欺骗，圣人讲阿妈来欺骗邪娃，蛇。所以咱的中国人啊，咱会对这女娲的形象啊，是人头蛇身的咯。意思是查某着骗的，是这邪娃着骗了，和蛇骗了，让蛇讲老来你欺骗的代志。我女娲，啥个女娲？那拜我呀，女娲的啥？女娲，娲的边的娲什么边啊？破字边，拢是查某闯出来的娲，拢是查某做了沙拉，所以有女娲。所以我唔是讲编啊，你讲啊，因为即有一啲安尼听嘅，你使乜嘢嘢包到电话，乜嘢电话电话，女娲是女娲，一种女闯出来的娲，所以有左心。咱中国人话，这查某，这查某变做女娲，咱圣经讲的夏娃是人头蛇身，你明白不？那个就来看。OK， 神另外一个叫夏娃，咱们旁边来晓得了，是一个神的边，然后同款是神的边啦，然后这个是代表做神啦 ，OK， 代表神包围啊，奴隶人很。向这两岸的世界人天天，而且我努力像我是努力像我一头的人，一头的人代表你代表是努力应有无罪人。上帝我的是负责的这甲骨文，我的是的意思为是说，上帝创造这两人原本是前面充满太阳的，是努力应有无罪人的。哇！都廿只奇教授，呢個真可以啊！人哋反對都講嘅嘢，我講嘅叫唔好料，我都講嘅中國歷史冇反對人國講嘅，我唔都講嘅叫好料。誒，這個是神的時候，那個就係話 ，OK， 神啊，神之類，咱們講事嘅嘛，咱冇講神嘛，都冇了神嘅部署。你講廿屬於即中國嘅康熙之年啊嘛。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事生。意思是说呢，这神什么意思呢？神是创造万物的那个神啊，叫做神。这个康熙之前能讲，那个就来看啊。OK， 神什么意思呢？在哪里？到底康熙之前的意思里面在哪里？这代表讲啊，真正奇怪了。叫做不可思议，真正白白听其他个奇怪，咱有神秘啦、神奇啊、神异啊、神话、神机妙算，能代表神。哇，你真的很神啊！你靠神哦，人讲你靠神，你讲你真正准，你真正真正讲啊，真正准的意思对啦啊！不平凡，不平凡。别真正观点啊，高超观点，啊，这观点呢，就真正神勇、神医、神通、神圣、神术，意思中就代表神的意思。OK， 那阴代表对心那个啥，对心思、对心力、加对注意力、注意力。如真正老神，哇，我真正好，我精神真正无好，我精神真正差，叫做老神。然后凌晨就叫我起来。来培养我精神，来搞我精神，叫做灵神。那了，你看到查某哇，神魂颠倒啊，你神
走以后，你魂魂走以后，叫神魂颠倒。好，那个名言代表你的表情，或者神色，或者你面色，讲起来后，哇，我今日开神采飞扬的，我做你精神界好美人，我做精无相比神采飞扬，哇，你神智神智啊，这个讲到表情的艺术。然后形代表呢，形代表精神，为精神情啊，好精，那么神清气爽 ，OK。然后代表神奇啦、啊、magic、灵验啊，都跟我讲准啦 ，divine。我们代表都讲聪明啊 ，clever、smart 啊，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来看啊，怎么来看？很多人讲，哎呀，为什么你神不守舍，这里行啊？对，心离开你幸福啊！啊，无心无心的问，啊，这个无心无心的，跟你那个无心无心的话，代表咩？代表人的精神分散了，心性啊，无安定啊，就是对心无安定代表的。但人讲到咩嘢？人讲到哇，你该好了，你该神通广大呀，你该心通广大呀，安怎意思？意思讲愈尽呀。搞，今天俺讲会做，本领真大意思。哎，咱都出来看，然后人讲个哇，你买穿，你蛮神气啊，我蛮做，俺说难穿，可别帮你寻到来，到边呢？哈，意思讲你诶，你无寻呢，你难穿穿，有寻的才穿啊。感谢就你上天家的，你才穿啊，对不对啊？咩？不讲会穿，是讲教导会穿。啊！你上帝的形象光明啊 ，OK， 然后啊，不是代表讲啊，人会怎啊得意啦，不是意啊，都是哪得意啊？得意人讲的吼，就都家己明白好啦。OK， 不代表都神机妙算，意思讲都加白白的知识啊，以未来看到的物件的安全够安全行 ，OK， 我再来看。OK， 除了这个，咱的中国啊。咱个唐山啊，古早叫咩？神州，大家讲神州。神州啊，上神州的意思咧，神州中国，神州中国，代表咩事？原来啊，中国是古早上帝点住的所在，是上帝故乡的哦。咱来看啊，头一个，早个两千三百年前啊，今日啊，山东的所在叫做博子。我哋先用方便方便路，以你归意思话，我知古早有只齐国出了一个人名做周延啊，对啊，周延这人呢，真正搞的越算越知影，天地混混沌拗未开的时阵，你是安怎反应？伊讲啊，中国叫做神州，都记者夏朝的大禹的点声咧，搬做高丽州，高州拢名做青州、益州。延州、徐州、扬州、晋州、豫州、凉州或者雍州，这个是神州的范围啊。这是广东的啊，这是这个古早的历史讲来。然后啊，但是千年前呢，中国的北宋的中心呢，有出现一个叫了不起的人，这人叫做邵雍。邵雍呢，在听古今往来的历史。伊会算出129,600年这个代志，我无相信，我一点都无怀疑伊讲错啊。因为，咱说人中国人常说读，你先读《易经》，《易经》就会是算出《易经》这样的，比如864卦内面，伊就算出人的这个。即人以前都是真啊，无人明白着的。啊，我们无点在你看，无意见。我有点在你研究的。啊，伊讲伊算出129,600年前的代志，写一本册叫做《王记经世》。伊家人讲，中国出现了一个朝代，上天暗早暗白了，天门一开，天顶会诸神带领一批的神路来建立家己。朝代，所以中国的皇帝叫做天子，啊，中国这叫思想就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对不对？所以就是安讲神州。
咱就想来看，中国人甲了用神字边来代表，然后神这四字边呢，拢代表了艺术的，咱来看，头一字叫做善，我跟我来叫做念善咯，最善的善，善善艺术呢，都以艺术作为中国的现代这叫做康熙之前中，医疗一个人，一个人单独清脆神，多加边子的个人灵修啊，你看。咱们甲上帝亲嘴，上帝读圣经，几多叫做善？喂，那古早的中国，头一皇帝，第二皇帝，第三皇帝，第四皇帝，第五皇帝，唔是请位，因位皇位的拢是传给伊子孙的。头一皇帝皇帝，皇帝啊有尧帝，尧帝啊有舜帝，舜帝啊搞禹帝，大禹。这四个皇帝啊，历史上唔是传的，哦，我惊，这是我的江山，哇，这是我的王，我的王将，这是我的了产业，我死了，还是我卖出皇帝了，我娘我惊做，唔是安尼款的。到底这跟我讲的啊，皇帝、尧帝、舜帝、禹帝的点啥咧？是敬，因祈祷了敬，祈祷个上帝啊敬。上帝让我敬到啱的人、好的人、有显明的人、显明啊、显明的主、显明的皇帝来做这个位，这个鸟这位可以，不一定是鸟一边。到刚离开到有这个叫做商朝过了，来到夏朝时阵呢，人就开始派了就开始皇位用抢了。人贤嘛，做王老威风嘛，做王他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皇帝咯爽着，所以咱们抢这位来做。所以王威欢喜惊，如果读咱无辜去读这明朝的历史，明朝的历史个老师正陈丁呢，伊会惊伊兄弟个老师抢王威啊，抬来抬去抬去，十个囝抬啊抬到剩一个人来抢这位位置。王位是用抢的，特别古早一点声叫做禅让，就是鸟位，鸟祈祷了，祈求上帝旨意，鸟这位可能。古早咱当人真正会受鸟的，特别唔知其实变了咱人当人是一个搞受精的人，唔是受鸟的人。OK， 啊，这是正大的分别啊。都第一个字叫做士，士什么意思呢？士是人为着伊这段的头前叫做祭祀。你看，祭祀那下呢，头一个有甲骨文啥呢？我了解，第一是代表神。你看这人啥个这人为了呢？把这话我讲了，一个神呀，为了神头前祈祷叫做士。祭什么？用手将胜利献到伊这段位，起了献祭的意思。你看，人就反正看，这是人的手，阿妈甲上帝手无同啊。人的手落去这段位，也拿手，刚放拿手也这边系落去唔顶拿起手，啊，这是手甲阿妈上帝手就无同咯，叫人的手。啊，你都看了噻？这什么？这是人人从叶子边的，唔从叶子边，是肉之边呐、啊。啊，肉之边，人也手也白也胜利，系落去这段位叫做这。啊，咱看住，住个意思为住了，住什么？有一个神字边、四字边，了是一个胸大边。对啊，古早咱中国人。你今日咱等个人嘛成款，那是人死了，阿妈也动弯，大哥也动弯咯，对，师大也动弯咯，对，成款的，咱人阿咪叫做主的，就是要叫阿兄，师大人上大的来做代表的这一段来主祭，来祈祷，给咱个一块看啊。OK， 咱来看学话，咱讲个学，咱是讲了，
你可能两人啊，尤其在神家时阵哦，你只只学就是打嘛，打打打打打，规基础，希望规基础拢是学，学起啊，玩啊，你谂两人翻，你谂唔嘅，打打打，有人都有啲嘢学，打到学兵，打到虎，虎到了啊！讲你以前讲伊用嘅学，系个学兵，伊初时啊学起啊，学唔是按做翻，学是按做翻嚟看啊。古装人嘅学啊。因是叫，因是按照，因按照看啦。因只嘅学甲古装，个人看嘅学啊是有分多不相啊。古装人看学是上帝所赐嘅，个人对学嘅理解，唔是单单有累加物质呢。啥意思咧？学啥意思？学是有神，如代，即话代表是如。如一家口到伊公司内面，还是到伊厝内面，有甲神有密切的关系。福，这伊个字念啥物？福泽备也。福啥物事？福是叫做有出春，有预备，有准备。备也有出春的，备者百顺之名也。有春了，我行各项代志都顺顺利利。百顺之名也，你行真正顺，这叫做好。你今日无顺咯，你无好。哎，所以无所不顺者，无所不顺者之谓备，就是出春都该顺。所以咱等人物一个一句话，叫做咩？年年有余出春。即是運轉是聖經啊，諗諗所講嘅 concept 嚟先講。好，我入河了，我再參了，我再參了，入河河了。河什麼咧？河在於即啊，中國嘅聖嘅警察叫做字典上面，是不敬神而自羞，是入無尊重上帝了，而導致入無談到福氣。无贪着保保护保护，你啊害也，就是一个无好的名，是神不服也，就是上帝无祝福的意思，就是祸。哎，咱看社，社会者社会下，下祭坛前的土地为社。哎，我头边我谈我谈翻译，这段的头前的所在叫做下。是祖先拜神的所在，个人的社会甲神是未分开的。今日咱的社会愈来愈凄惨了，咱是讲社会、社会、社会，社会真正黑暗了，社会无神了。古早的社会，中国人看的社会是甲神有关的，社会拢每一个人拢有对神、对了神的人，叫做社会来定人。社会每一寸土地，每一寸的土卡，每一寸的土地，拢是神所属的。阿门。我就来看啊，哇，几多的旗，我们有我们啊，啊，旗什么？旗是甲上帝求福，甲求寿，啊，这寿啊，你讲有人有叫寿字，求叫咩？祈求的祈，什么意思？甲上帝求福，有福气了，个求长辈寿，这叫祈。道道教的道咧，祈祷的祷咧，都是教士求福也，都是甲上帝祈祷求大事，求福气。咱来看祥，吉祥的祥，祥什么意思咧？祥是平安的意思啊。吉祥啊，平安啊，吉祥！当个古早中国人已经看到了，那是说爱有吉祥，我爱有平安，我爱有祥和嘞。如果要有神的羔羊，上帝的囝，上帝的鸟囝，你才有平安。神第一是代表咩？神，即代表咩？羊啊，神羊，神的羔羊，如果有神的鸟囝，代表你是无边，你才有平安。哎，各位，这叫子啊，神子啊，福建话叫叫啊，都话家己乱猜好啊，神子啊，神子啊，意思为子为大，子意思是叫第大嘞，
自为政就是对尊敬的拢是归乎上帝。这讲出的万物，这是对，这是上帝啥物？是万物的 The God of the Earth。咱讲神字的时阵，就是上帝创造何卡的神，每只何卡是上帝创造的，叫做神字。诶，能讲到这边，咱们就来看。所以结论，哇，如果我点啊，无遭罪，尊尊无遭罪啊。中国哪里信？中国哪里信？是按怎的观念？你哪里认为？让你们做一介绍了。中国哪里信？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信。是启示自己，那是伊无启示自己呢，无人会办这心，是一个启示的心。中国人的心是中国古早时阵拜的心，是上中国人的心是上帝用五手来做人的心。上帝中国人的心是创造安顿安顿。跟女娲的心，阿门。阿个兄弟，祝福你。